好，跟委会报告，我们现已足法定人数啊，现在开始开会，请我们议事同仁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宣读立法院程序委员第八届第一会期第十二次会议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1年7月24日下午12:16至12:17，地点红楼201会室，出席委员吴伟、秉睿等19人，主席段伟银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八届第一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八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为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均照草案编列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针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现在请同仁宣读议程草案报告及质询事项，同时我们也请委员做发言登记。我们发言登记的截止时间是我们议事人员宣读完了以后，我们就做截止登记。现在请开始。立法院第八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1年9月18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八届第一会期第14、15次会议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许志杰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四委员潘孟安等拟具《公民投票法》，委员邱文燕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蔡正元等拟具《保险法》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6-11，委员蔡其昌等、李坤泽等拟具《陆海空军刑法修正草案》，委员李坤泽等、江慧珍等、郑丽君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等拟具《兵役法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12-13，委员郑丽君等、陈杰如等拟具《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正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4-16，委员段宜康等拟具《食品卫生管理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灾害防救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17-18，委员薛林等拟具《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委员陈淑慧等拟具《公共债务法》等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9-23，委员丁守中等拟具《公平交易法》《电信法》等修正草案，海洋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委员姚文智等拟具《海洋委员会》《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等组织法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24，委员林代化等拟具《劳动检查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5，委员高金素梅等拟废止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6-27，委员吴玉生等拟具中华民国国定纪念日与节日条例草案，委员许忠信等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8，委员蔡正元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29，委员林明珍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0-34，委员王玉明等拟具优生保健法、全民健康保险法、医疗法等修正草案，委员吴玉仁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35-38，委员黄伟哲等拟具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劳工保险条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转任公务人员条例等修正草案，拟废止法务部戒治所组织通则，交相关委员会审查。39-43，委员黄伟哲等、吕玉玲等、薛林等、黄昭顺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4，委员黄昭顺等拟具宗教团体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45-46，委员姚文智等拟具祭祀工业条例修正草案、都市旧机场迁建特别条例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47-51，委员吴秉睿等、李俊毅等、林佳龙等及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2-54，委员吕玉玲等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委员苏正清等拟具农产品市场交易法、农会法等修正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55，委员蔡其昌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56-58，委员黄文林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法、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59-60，委员郑汝芬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61-64，委员江慧珍等拟具刑事诉讼法、监察法、民事诉讼法、医疗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65-67，委员许天才等拟具土地法、都市更新条例等修正草案，
委员丁所中等拟具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六八委员林代化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六九七十委员廖国栋等拟具酒品危害防治法草案烟酒税法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七一国民党党团拟具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二七三委员王玉明等拟具民法修正草案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七四七五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工厂管理辅导法公路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七六至七八委员赵天麟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七九八十委员陈唐山等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八一至八四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拟具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发展观光条例图书馆法等修正草案拟废止中央政府新建台湾区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建设公债发行条例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八五委员陈淑慧等拟具兵役法修正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八六委员赵天麟等拟具医师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七委员林淑芬等拟具国土计划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八八委员苏清泉等拟具心理师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九至九四委员蔡黄郎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农产品市场交易法离岛建设条例等修正草案。委员李应元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替代役实施条例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九五九六民进党党团拟具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九七委员苏正清等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八九九委员蔡正元等拟具会计法医疗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一百至一零二亲民党党团拟具医疗法全民健康保险法等修正草案委员吴玉仁等拟具工会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零三至一零五委员杨丽环等拟具特殊教育法劳动基准法等修正草案长期照护服务法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一零六至一二八行政院函请审议医师法修正草案验光人员法草案海关弃私条例石油管理法羁押法等修正草案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财政通过修正之政府采购协定法律文件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空中大学设置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商业会计法紧急医疗救护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建筑师法等修正草案政党法草案废止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国立国父纪念馆等组织条例函请审议食品卫生管理法医疗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所得税法消防法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一二九行政院函请审议一零二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拟请院会定期举行本院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一零二年度施政计划及一零二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一三零至一三二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交通部邮电事业人员退休抚恤条例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公务人员人事条例等修正草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一三三至一三五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刑法修正草案人民官审试行条例草案考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政务人员法政务人员奉职条例等草案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三六一三七案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考试法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并请同意撤回前送审议之公务人员考试法十九二三二五条条文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前送本院审议之公务人员考试法十九二三二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同意撤回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任用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三八审计部函请审议一百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一百年度中央政府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中央政府石门水库及其集水区整治计划第二期九八至一百年度等特别决算审核报告案拟请院会定期举行本院会议邀请审计长列席报告审核经过并被咨询。一三九人事处函送第八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请查召案拟请院会召案通过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发言登记啊
还有没有同仁要需要做发言登记？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发言登记就截止哈。我们现在有两位同仁做登记发言。第一位请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先进了。那么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提一个案子，就是建请把第96案改交内政及经济两个委员会审查，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只有内政，那事实上内容谈到跟经贸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再加一个经济委员会共同审查。以上这个案子请各位支持，谢谢。赖委员只针对好吧呢？针对第96案，建请改原来是内政委员会，先改内政经济两委员审查。好，接着我们请段宜康委员发言。那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新的会期开始程序委员会今天第一次开会。那我是希望，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程序委员会的这个召集委员，下个礼拜这个会议由我主持那么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感谢那么过去一个会期的这个支持之外，那么也要拜托说这个本会的这个同仁我们在这个提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们能够有一个共识就是未来虽然说在上个会期这个同仁对于这个实质的卡案的数量减少那但是毕竟还是有的，那如果我们在下个会期能够树立一个典范我们就不要有这个实质卡案的这个动作譬如说像民进党提的这个政党法，那么一直卡到现在国民党的政党法提出来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模式譬如说这个行政院或者是国民党党团可以提出一个这个在过去卡这个不当这个党产的处理问题的相关的法案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个保证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见一个保证，就是说在多久之内会把案子提出来，然后我们案子一起送进去。我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处理上面会比较和缓，我们在处理上面也比较容易得到社会的谅解。很抱歉，因为我今天感冒所以声音比较小一点在这边跟大家做报告，谢谢。请段委员这个保重你的身体那个我们就来处理赖世宝委员的这个提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及对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我们并被质询就通过。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有20案。二一，请愿把第四条之规定系数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共13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36案。宣读完毕。这边有一个我们的宣告本会期对行政院长施政总质询的质询期间，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处理的时间，依照惯例均定为下午的1:50到2:30，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也就确定现在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非常感谢祝大家这个健康快乐，散会。